第五课，我家有五个人。这是你爸爸妈妈的相片吗？是啊。你爸爸是老师吗？对，他是英文老师。这张呢？这是你哥哥还是你弟弟？是我哥哥，我没有弟弟。这两个女孩子都是你姐姐吗？不，这个是我姐姐，那个是我姐姐的朋友。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五个人。你们家的书不少，这些书都是你爸爸的吗？有的是我爸爸的，有的不是。这是你爸爸妈妈的相片吗？是啊。你爸爸是老师吗？对，他是英文老师。这张呢？这是你哥哥还是你弟弟？是我哥哥，我没有弟弟。这两个女孩子都是你姐姐吗？不，这个是我姐姐，那个是我姐姐的朋友。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五个人。哦。你们家的书不少，这些书都是你爸爸的吗？有的是我爸爸的，有的不是。爸爸好，王伯伯好。好，大文，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？他的中文名字叫东尼，他的中文很好。东尼，你是哪国人？我是美国人，可是我妈妈是中国人。爸爸好，王伯伯好。好，大文，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？他的中文名字叫东尼，他的中文很好。东尼，你是哪国人？我是美国人，可是我妈妈是中国人。我家有五个人，这是我爸爸，这是我妈妈，这是我哥哥，这是姐姐。你没有弟弟妹妹吗？我都没有。我爸爸妈妈有三个孩子，两个男孩子，一个女孩子。这本书是我的，那本书是我爸爸的。我的书是中文书，爸爸的书是英文书。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？我是中国人。你喜欢看电影还是喜欢看电视？电影、电视我都喜欢看。你的中文老师姓什么？他姓李。李老师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？他是中国人。这些书都是中文书，那些是英文书。我们有很多书，有的是中文书，有的是英文书。这一张是李东尼的相片。李东尼是王大文的朋友。李东尼的爸爸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他爸爸是美国人，他妈妈是中国人。大文，王伯伯您好。你好，东尼，你爸爸妈妈都好吗？他们都很好。先生，你们要什么？我那位朋友要一杯可乐，我要一杯咖啡。我们这两种咖啡都很好，您要哪种？我要这种，谢谢。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你哥哥好吗？他很好，谢谢。这些都是你的书吗？不，这两本是我的，那三本是我朋友的书。你这本书是英文书吗？不是，这本是法文书。这五个学生，三个是中国人，两个是美国人。他们有的懂中文，
有的不懂中文。这是你爸爸妈妈的相片吗？是啊。你爸爸是老师吗？对，他是英文老师。这张呢？这是你哥哥还是你弟弟？是我哥哥，我没有弟弟。这两个女孩子都是你姐姐吗？不，这个是我姐姐，那个是我姐姐的朋友。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五个人。哦。你们家的书不少，这些书都是你爸爸的吗？有的是我爸爸的，有的不是。爸爸好，王伯伯好。好，大文，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？他的中文名字叫东尼，他的中文很好。东尼，你是哪国人？我是美国人，可是我妈妈是中国人。